台长好，感恩卢台长。你好。我想问，我儿子12年属龙的。我看看你年纪也蛮轻，怎么儿子就这么大了？我都30岁了啦。哎呦，很年轻哦。谢谢。讲啊。我想问2012年属龙的，男儿子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儿子。对。想问什么？他的身体健康还有属什么？属龙。哎，这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啊，有些难产的你。对，生了1个小时。看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的身体不是太好啊，从小生出来体质就不好。对。哎，脾气还怪怪的。你要好好的给他念心经啊，每天冲着他念11遍心经，明白吗？现在两岁多了还不走路。什么？两岁多了还不走路。还不会走路是吧？对。他不是说不会走路，他会走几步路。有时候会跌下来，他会爬得多。我有些话不能跟你讲的太多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现在有一个人，他下来到人间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人跟着他下来的，趴在他身上很重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不会走路，但是一直觉得背啊有点驼的。对，他就是背没有那么直。看见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人间的任何事情全部有道理的，你们不要以为他跟他吵架，他在家里怎么欺负他，全部都是前世有冤结的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来还债，一定要想清楚，哎，为什么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好好的化解，好好的念经，什么都解决了。如果你不好好念经，你就整天生气吧，气出病来无人替啊。台长，我还想帮一个同修问一下他的母亲，他姓萧，潇洒的萧去掉3点水，死掉了是吧？对，萧弟，弟弟的弟，2012年往，就是姓萧去掉3点水。对，萧什么？弟，弟弟的弟。萧弟，就两个字啊？对。萧弟，什么时候死的？12年。萧弟。小弟，我这个人不行啊，这个人曾经要到阿修罗，但是后来又下来了，家里有很多人给他烧锡箔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现在在地府里面，但是不受罪。看看你能不能叫你的同修把他念经送上去。好。他的妈妈人不错的，人蛮好的。有人帮他超度，没超上去。好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谢谢台长。